刀切手臂，手臂呢居然完好无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教学，其实这把刀它是伸缩的，有个缺口放上去而已，是假的。我这里呢有一个空网，空网呢我抓一点空气放进去，吹上一口气，可以凭空变出香喷喷一碗米饭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教学，其实呢这只是一个盖子藏在底部，然后用手指把它推上来而已。我这里呢还有一把钥匙，一个玻璃瓶，钥匙呢比瓶口大，正常它是放不进去的，但是接下来从这个位置我只需要吹上一口气，钥匙直接性可以穿越到玻璃瓶里面，倒也倒不出来，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？教学，其实呢这把钥匙它是可以折叠的，我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两边可以折叠，手挡住的时候只需要一掰放进去，它又会恢复原样而已。我这里呢还有一条丝巾，丝巾一条，我直接性将它塞到我的手心里面，接下来吹上一口气，丝巾瞬间消失不见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教学，其实戴了一个手指套，丝巾藏到里面啦。接下来给你们来个真正厉害的，我这里呢有三颗红色小球，三颗小球，我拿两个放到口袋里面，还剩一个，从这个位置轻轻摇晃一下，瞬间变成两个，两个从这个位置再摇晃一下，瞬间变成三个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教学，其实呢有两个只是半个盖子，然后套在这个完整的上面，先把第一个把它别下来，再把第二个再把它别出来，就造成这种魔术效果。点赞关注，每天学魔术哦。